英国首相特里萨梅预料无法在大选中赢得过半数议席，不仅重挫特里萨梅的声望，也同时为英国退欧增添更多变数。英镑的汇率应声下挫百分之一点六。Vote twenty seventeen is over, and here are the numbers. 根据媒体的出口民调，特里萨梅所领导的保守党在刚结束的大选中只赢得三百一十四个席位，不但无法超越执政所需的三百二十六个席位，还丢失了原先的十七个席位，重重打击了特里萨梅的士气。为了筹组联合政府，特里萨梅必须寻求其他小党的支持，而曾经同保守党联合执政长达五年的自由民主党已经表明不会担任造王者的角色。 至于反对党工党，则是出乎意料地攻下了两百六十六个席位，表现比预期亮眼，让工党支持者大为振奋。特里萨梅两个月前宣布闪电大选，目的就是希望重新获得选民的委托，增加英国在脱欧谈判当中的筹码。但期间接连发生两次恐怖袭击，打乱了特里萨梅的如意算盘，最终事与愿违。